约翰那个异地地的人。对对对，那说的最惨是不是要跪的？我是表情帝呀、啊！我大笑，找我了，我疯了，咦，哎，相处在一起，大家心里面肯定在为我打抱不平。约翰这么爱干净的人，怎么会排在第一位呢？哎呦，关键是我有点不满意，是什么？前两位公认的吧？公不公认？公认，公认，前两位绝对是公认。为什么第三名就是我呢？我们应该借着他不在的这个机会，好好的就是打击报复他一下吗？指了一个那个，哎，这男生女生，这是男生女生配，男生女生配。我们输了，你们输了，我输了。我们三、二、一。好，那现在呢，我们进入了这个我们的音乐大来宾的休息室，在休息室里面，但是现在休息只能待三个人，有一个人即将要出局。引爆炸弹词，游戏规则：一名成员先离场，其三人商讨离场成员的 keyword， 以此类推。游戏开始时，所有成员头上戴着除自己外和其他成员商讨出来的自己的口头禅或日常用语，戳到自己头上的词语的人就被淘汰。石头剪刀布，来吧，队长，今天真的是动头彩了。What a bad！ 来吧啊，你们几个注意点啊。好。历史太管用了，所以说当时没什么情法律，想要借此来报仇，对方坏人。对不起啊，我好像这样，我也不会说的。新来的弟弟们啊，到很热度冰棍儿之软件量老师，对 ，OK， 那剑刺已经出去了，所以我们要给剑刺先拿两把刷子来。剑刺虽然比较小啊，然后看也比较，虽然会比较机灵一些，剑刺脑子反应迟钝，脑子就慢，所以思想跟大家不太好使，所以我就想点最简单的东西，就下去。在里面带了三把，所以我非常了解他们的套路是什么样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我应该猜这个很好猜的。
知道吧？知道吧？怎么了？怎么了？当然了，当然行了，你没行，我怎么进来？怎么弄？OK， 那下面就按照顺序，我们再回到这个主舞台。OK， 我们已经回到了音乐大来宾的主舞台，对，就是、主舞台。然后我们也变成了四只小动物，对。我是什么动物？不是，看着彼此有一种感觉，看透、看穿了你的感觉，看到你的秘密。你说一下我是什么动物？你是小猫吗？小猫，它呢？猫是小猫吧？这次是小猫，长颈鹿，长颈鹿，长颈鹿，嘿，长颈鹿，来吧。原来你信不信我一下就让你说中 ？Fuck 呢？肯定你不可能他个他一直在用温州话说你这么说的摸就不加北京话了我感觉你光个名字你给你给你什么事儿别吵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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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约翰就是这样的就是他一直是就是非要让大家觉得他自己中心一直是就没错一直都是这样的没意思就是没意思你觉得你聪明吗你觉得你这样聪明了吗那完了，这样成弱智。师傅，你今天吃饭了吗？好像是吗？啊，真的，真的。好像是吗？是吗？好像是吗？哦，是吗？那约翰决定成弱智。我觉得我现在好危险。我觉得我现在都是我都能猜到我这是什么字。什么字？我跟你说，我这是个不字，或者是一个否定词。你太聪明了、哎、你怎么这么聪明呢你好我们可以来那个金次啊金次啊金次啊怎么能写这种字呢还没对你出招呢你就喊了我想的我给你的点路子上想出来的好好好下去吧下去吧今天早上我没吃早饭特别肚子特别饿我知道了应该是英文翻译过来 whatever 是吗不是不可能你就觉得你今天就是特别背什么有吗不这样吧你讲一下你今天的感受就今天你到了音乐大来宾有什么感觉对、就是、你先讲就我先问你啊你先讲你小你先讲对挺好的挺好的我觉得今天挺好的今天有一种看穿别人的感觉看到别人秘密的感觉也有点自己被别人看穿的感觉对来金策不是我突然觉得我必须插一句话我觉得我参与的这三个选题都很难是吗？剑刺怎么能剑刺、啊？我越想越生气，这怎么了？这怎么剑刺呢？这怎么了？这怎么了？你这个太这个就跟你刚才说的写个我，这怎么了？就是这太简单了。OK 这个刚才是引爆炸弹词这个环节我觉得还算是很好玩而且我每个人头上现在戴了很可爱的这个小发箍连起来念今天剑呵剑刺今天剑刺这没剑好吧然后这意思就是今天剑刺很迅猛 OK 那下一个环节是什么呢这个、叫做 MIC 大乱斗M.I.C. 游戏规则：每人一张画纸，有九十秒时间画出你最不能忍受的某个队员的样子或行为，然后依次展示。当一个人展示的时候，其他成员猜画的是谁，被猜到的成员可进行反驳。被画的最多的人有九十秒钟的申辩时间，申辩成功，其他人将会接受惩罚，申辩失败将会受到惩罚。Ready, go！ 你可以考虑一下，他应该不应该存活在这儿了。
个呢，好，我画的。是因为我的画画这个功力真的太差劲了，所以呢，我就是反正形象一点，不叫叫抽象一点，然后你们去想。OK， 这是我的。尖刺的呢？噔噔噔噔。你写的这什么字啊？再等等。再等等。嗯。哎，我写错了，我再补一下。好，反正这个例子。好，约翰呢？就头上有把刀，这个真的是太吓人了。不，头上有把剑。头上有把剑啊，有把剑啊，有把剑啊。好、嗯、，OK， 王浩的。月亮、星星、路灯。我知道了，我知道是谁了。啊，你知道了就？我知道，我已经知道是谁。这是什么呀？牙齿吧。对哈、啊。我已经知道是谁了。就是我现在尖刺的这个呢，我也能明白它什么意思，但是我不知道它指的是谁。但是约翰的这个我也能看大概懂，因为有英文啊，然后还有一个 logo 啊。 OK， 那这个由于会得罪人，我们还是以老方法，看谁先说啊。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Yes， 石头剪刀布。哈哈，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OK， 那我先来啊。我这张大家看到又有星星又有月亮，应该是晚上啊，然后一个人呢，假如说是在室外的话，然后这个人是我们这里边皮肤最黑的，就是瑶瑶，在黑天在夜晚只能看到他的牙齿，看到了吗？这是对对对对对对，太深了。其实我觉得画得特别好，是吗？这个是近景特写，近景特写，这个是。这个补的可以吗？补一枪补的太厉害了，所以说你讨厌他这么黑，太黑了。这个真的，这枪补的真的太棒了，真的太棒了。OK， 是约翰吧？你这是什么？我这个描述是一个男孩，他是一个男孩，他拎着很多购货的购那个过货，对，他是上货的。他你看这一次就一看就是出去逛街去了啊，然后拎着好多东西。然后这个男孩呢就是剑刺，为什么是剑刺？因为他头上有把刀，那 有把剑，所以我这个人都有剑吗？让人家好认点这剑刺。为什么说我讨厌剑刺出去购物呢？你一定要说的这么官方吗？我陪剑刺出去购物了一下，就逛街嘛。对 对, 对，这个是你们不知道，我还给他买了，我还送了他件衣服啊。这个哎呀，对，别说就别说了啊。然后就是我讨厌陪剑刺逛街，为什么呢？很慢，就我描写出剑刺逛街的模样。就是我昨天你去跟前天跟剑刺逛街的那一刹那，我都觉得疯了，你怎么可能会跟剑刺去逛街呢？对对对，对不对？就是你真的是有问题的，所以你这个叫自作自受。对，不 OK， 得到一件衣服，得到一件衣服，得到一件衣服，只有一件而已，好吗？来，剑刺的，哎，我是最后一个，我是最后一个。哦哦 ，OK， 我这画的啊，嗯，看，这是我们的车。这是我们四个人正在哭，正在哭，正在哭，正在哭。对，然后这有个人还有一个口头禅，马上五分钟，马上五分钟，就 WC 是吧？都知道是谁了吧？小心小心！就我每一次只要是马上就要走的时候，小心一定要上个厕所，然后而且告诉我们五分钟，五分钟。对，就是如果一五分钟的话，肯定就不是小便了，对吧？但是为什么？就我觉得可能很多现场的 PD 啊，包括在这个电脑前的你们一定会有，就是有些人不通畅了，是吧？但是作为我来说，我真的是一个怎么说呢？我说完这句话可能会气死你们。我平均一天4到5次吧，就是真的是一个就是新陈代谢非常好的一个身体状况，所以千万不要羡慕我。所以你们四个，我也就是其实也奇怪，就是我一出发要去很重要的地方或者要上台之前都会有那种内急，所以 OK， 我这个我 改一下可以吧？以后就是不让你们等了。等一下，这小心是不对啊，大家都知道，但你这画的，你看这个马桶，这个人是站在马桶上的，为什么是站着的？要时间有规矩限啊，要我不小心的那个。对，其实他要画坐的，而且感觉站在上面在练舞一样。大手指上的那道疤我都给画下去了，到时候。这个啊，对啊，太厉害了你。这是指甲上的疤啊。OK， 现在到我的了。
我画的这个，我让你们三个先猜一下，你们三个能看出来吗？这个太抽象了。这是一张嘴在唱歌，对，然后好多音符，就特别能唱，是这意思吗？你们反正我会说话，你们去猜，猜我说的是谁，然后我说的是什么点。王浩。但是这个嘴明明画的是约翰的嘴啊，我觉得也是。而且他写的那个好多两条线是什么意思呢？然后好多明明又是我的名字啊，多，然后音符又是象征着王浩，不是嘴象征着约翰。不是不是不是，等一下，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好多嘴音符。我觉得这个就是小心讨厌王浩在唱歌，结束。我的意思是和声的意思吗？不是，那你为那约翰，如果你现在是这样来理解，那好多呢？好多，忽略不计。啊，哦，是谁一直在你身边唱来唱去的？和声的意思吗？然后我烦了是吗？就是啊，你说呢？你呀、啊，你说呢？就是约翰、啊、我本来想的是和声，但王浩一说、就是啊、说完，我觉得有道理。不就是约翰吗、嗯、约翰的嘴唇，他画的就是约翰的嘴唇。对好，我来解释一下啊。这个首先呢，我刚才也跟大家说了，我这个画功力啊真的是有限，我只能做到我想做的尽可能做到最好。好的，你看你音符画的多好。音符是天天要写的，这个一定要画好嘛。就是这个嘴呢，其实我没想画那么厚，就是可能就画厚了，因为我想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我的意思是有一张嘴，他唱出来很多音符，而且这个音符是向上的，所以他能唱很高的音，啊，他能唱很高的音。太抽象了，你看。然后呢？你看，然后呢？由于他能唱很高的音，然后他又唱得很好，一定要有好，对吧？一好了以后呢，他在歌曲里面的分句就很多。天哪，这思想对不对？就很多，太腹黑了。很多了以后呢，就让我觉得说羡慕他，其实不是一种讨厌，他是一种由爱而生恨。今天这个有点深了，聊到内心要决裂了，今天决裂了、啊。但是刚才有一个人莫名其妙的说他这个嘴唇很厚，其实也是说你呢。对，他其实这，对不对？而且你是很自私的那种人。你自己写的歌自己就唱了很多很多很多，然后把我们写、哦、对不对？完了我们就只能唱一个桥，天哪，唱个和声。这不说我都没反应过来，太恐怖了、啊、就没法录、哎、录不了。别走，小心，别走，把节目先录完，小心，别走，小心。我发现你们两个都被巧妙的带走了。小心这个图厉害啊，一石二鸟。对，真的是、嗯、但是这幅画需要福尔摩斯来破解。真的什么福尔摩斯？那其实没有那么夸张，就是其实我这也不是画了，对，刚才也是开玩笑，就是一个怎么说，只能把我想说的用几个符号、几个图片来表示一下、表现一下而已。把你的内心的黑暗用图片来表示出来了。对啊，因为这个就环节的这个名字叫做大乱斗，如果我们不斗的话就不扣题，不扣题的话就不够 MIC， 不够 MIC 的话音乐台让我们来了干嘛呢？哼。喂、哦，哇，张小新，你要小心要用出他的100%的力量，小心看你的了啊！啊呀！哇！太狠了吧！太狠了！没有，我跟你讲，刚才是什么？他想打你后背，但是他没打准。这个叫做什么呢？就是。爱之深责之切，因为你把心思画得那么熟，真的没办法，说不过去的。在队友里面幸好这个还算软。当然我刚才试过了，是听起来声音很响，但其实打过就还好。来吧，还好的，还好的。先试来，还做这个姿势，用锤说话吧，用锤说话。梦想，这一声梦想，你们简直太坏了！你们完了，来吧，王浩真的来了。你们简直怎么能这么坏呢？
好了，来了。你们反正就最后看一把重，其实很轻。刚刚真的来吧，就是他不痛的。我就打你屁股一下啊，我怕这个锤子受不了。来吧。哇哇哇！真的打爆了，打爆了，打爆了！陪道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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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道具。我觉得下一次让王浩再来音乐台是件很难的事情了，我觉得。